大家，我是老田。我们楼下的这个超市好久没有来逛了，正好今天还早，逛一逛，看看买点菜带回去啊。现在这边门口也没人查这个，健康码了。我们是直奔食品区啊，今天人好像不多，里面。这里是冻货，冻货我们就不买了。家禽集市，前面好像都是卖，牛羊肉和猪肉的。好久没有买这个鸡翅了。要不买点鸡翅烧一烧，翅中21.9，买了15个，称一下，15个26.1。鸡翅我准备加点土豆给它做干锅，我们再去买点配菜。土豆好像就这一种，不知道是不是黄心的，买两个吧。我们也不吃辣，就买点这个青红椒放在里面。香菇全部是包装好卖的，买一盒吧。四季豆15.8，芸豆15.99，这个芸豆好像新鲜一点，四季豆呢好像稍微有点老了，挑嫩一点的，挑几个吧。我们家里还有点蒸肉剩下来的干菜，正好挑点四季豆回去一起烧一下。超市转了一圈，花了70多块钱，两个菜不就妥妥的了吗？啊，回家烧一下就行。鸡翅我们要先给它冲洗一下，给它使劲抓一抓，抓一抓以后再给它撒点盐，再给它放一点面粉。用手呢再给它这样揉搓一下，能洗得干净一些啊，多揉搓一会儿，然后我们加水再给它多清洗两遍就可以。沥干水分的这个鸡翅呢，我们要给它擀一下刀，两面三刀，就是正面来上两刀，反面我们这样斜着来上一刀就可以了。鸡翅你要提前打个花刀再腌，它容易入味一些啊。鸡翅里面我们放一点这个葱姜，生抽还要给它放一点，我们用这个勺子大概量3到4勺这个位置啊。鸡翅里这个蚝油少不了，蚝油一勺就够了。老抽呢，我们给它来上大半勺，上颜色。盐我们再少搁一丁点就可以。糖来2勺，来一点这个胡椒粉，再搁一点这个孜然粉，黄酒还要来一点，黄酒没加呢。然后我们要给它抓拌均匀，全部揉到一起啊，把这个料呢给它揉进去，腌制1个小时左右。叶丹，过来。把这个给我剪一下嘛，四季豆，我们炒那个昨天不剩点梅干菜嘛，跟梅干菜烧。今天这两个菜的材料呢，我再给大家捋一下啊，一个是这个干锅鸡翅，里面我放点洋葱，2个土豆，还有这个姜蒜，蒜跟姜呢一定要多放一点的啊，放一点香菇和这个青红椒，香菇跟鸡翅是很搭配的啊。我老婆在剪那个刀豆，我们跟这个昨天剩下来的这个干菜啊一起烧一下就可以了。土豆我们先给它切一下，切宽一点这个条啊。今天也巧了，买土豆正好买到这个黄心的，白心的那个土豆啊，吃这里面口感要差很多的。大家如果不知道怎么买的时候，用手在表皮抠一下，看到颜色发黄就可以。切好的土豆放盆里，加点水，泡一下，防止它氧化变黑。还有就是表面这个土豆粉啊，要给它洗掉。生姜我们来切一下，直接切成这种丁就行了。这个蒜子给它稍微改小一点，洋葱直接切成小块就行啊。香菇我们给它对开，切小块就行。青红椒也切小块。泡洗好的土豆我们给它沥干水分，还要来调一个料汁，先放2勺生抽，大半勺的这个蚝油，1勺的这个豆瓣酱，2勺左右的番茄酱，这个里面盐少放一点点就可以了。糖2勺，胡椒粉来一些，可以少加一点水给它稀释一下，然后把这个料呢拌匀。大家看一下我们调好的这个酱汁呢是浓浓的，用来焖别的菜呢也是可以的啊。好了吧，给我来。好的。要提前用水放在里面泡一会儿的。放在这里，我们用水先给它泡一会儿。准备一个这个平底锅来煎鸡翅啊，锅烧了以后呢，稍微多加一点油，沥干水分的土豆上面我们撒一点这个生粉，用个漏勺把里面这个生粉稍微给它抖一抖，再把这个下锅。下锅以后呢，调小火，我们给它煎一下。我觉得煎过的土豆啊，再烧它更香一些。先给它转一转，让它受热均匀一些，我们煎到表皮金黄那样就可以了。已经梆梆响了，表皮已经起一层酥壳，这样我们就差不多了。先给它盛出来，再把这个腌好的鸡翅我们下锅给它煎一下。用这个小平底锅煎是刚刚好的，这个锅又不粘，然后底上刚好一排。这个要给它小火慢慢煎，火千万不能大，火一大就煎焦掉了。还没开始焗呢，这个香味已经受不了了啊！稍微给它轻轻的转动一下，转动一下以后呢，我们把它翻过来，大家看到没有？这面已经煎好了，
全部给它翻过来，另外一面再给它煎一下。煎好的鸡翅先给它夹出来，砂锅里再少搁一点油，油热呢，我们先放入这个生姜和蒜子，先给它煸一下，把这个香味煸出来。我们能闻到香味，然后这个蒜子和生姜上面有点微焦，这个状态就可以。把洋葱先放进去，洋葱下锅以后呢，稍微翻炒均匀，然后给它铺平就可以了。加入前面煎好的这个土豆，铺在底上一层。青椒和这个香菇呢，我们也给它放进去，增加它的这个清香味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把这个鸡翅均匀的铺在这个上面就可以了，均匀的给它铺上一层，再把我们调好的这个焖锅酱均匀的淋在这个上面就可以了啊。这个你说多香啊，淋进去。我们给它盖上砂锅盖，小火焗3分钟，后面就不用再加水了。我们吃的就是这种干香啊，加水它的味道就不对了。炒这个四季豆，我们要用这个色拉油，四季豆要先下锅给它煸一下，小火给。